徐天，你别叫我！我那2个小时在干嘛？我把赵神送到警署，我他妈回家了。二嫂回家，我劝二哥。徐天，你还记不记得贾小朵最后一次跟你说的话？什么？ 徐天，你到底走不走？大哥不高兴，我没理他。那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呢？第一句，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谁他妈记得第一次？你第一次跟我说你是谁，第2句你说女共党，第3句我问你金海是谁，你说是你大哥。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 你说你叫田丹，先是让凶手兴奋，冒着危险不离开现场，用2个小时的时间看着被害人的鲜血流尽，是为了延长作案快感。嗜血必然恋物，为了使快感保持更长时间，凶手通常都会保留受害人的东西。 去查另外3个人的留案卷宗，问他们的家人，看受害人在现场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，包括贾小朵。凶手抽烟，哈了门的，这条线怎么捋？凶手平常可能不抽烟，但被害人的鲜血刺激了2个小时，凶手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吸烟只是下意识行为，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抽烟。 凶手应该是单身、独居，或者家不在北平。物色跟踪受害人到实施作案，无法依次完成。单身独居方便经常深夜行动，不被人注意。自个儿住店里？啊，我一个人住这儿。不是有媳妇吗？在虎玉家里头。 你说过，小红帽平时职业可能跟色彩有关，有机会盯着女人看，会不会是拍照片的？有可能。我走了，你还有没有事要我办？ 唱的哪一出啊？不要找冯清波，得找他，他杀了你爸。没有照片，我不清楚。小朵也没照片。 你怎么那么确定？那不一样，一样是杀人，一样用刀。我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依靠，你不安全，我就不安全。找姓冯的我不安全，从今儿开始他不安全了。我没有看到刀伤，我不确定。天一亮我就跟你去司法处重判。许天。 知道谁是小黄了，徐天。明天你告诉我小红袄，但是不要去拍照片。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爸爸也不会在司法处。不在司法处在哪儿？ 勇哥，刚才你在这儿吗？是吧？刚才你在这儿吗？我找点吃的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开门，勇哥。三哥，开门快点儿！ 刚才三哥进来以后，这门开过吗？没有啊，真没开过。嘿，十七，这当着班呢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邻居们，谢谢了，谢谢大伙儿。大哥，周老板死了。杀的小组啊！出去，让人见谅。谁呀？兰兰。谁？兰兰，我呀，开门。我。兰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别吱声。静海让你回来的。 啊！他前几天就说了，放我回来的。昨天晚上我怎么回来的？冯先生抱你回来的。他呢？把你放上床，然后就下楼了。我说现在他人呢？嗯，后来又出去了一趟，天快亮才回来。他现在人呢？嗯。 大晚上又出去干嘛呀？去了趟宝源照相馆。车在外面吗？在。姐，你等等我。不用跟着我，在这看着他。去沈先生那儿。是。慢着点儿，慢着，坐好。 哥几个，把这前后漏光、漏风的地儿都封死了啊！好，哎，辛苦了啊！大哥，周老，他家里人一年到头的也来不了北平几次，伙计们也都跑了。 天桥大伟的丈人师傅叫什么？杨宝福。天哥，小朵儿真是让这主给害死的。眼皮子底下就是小红袄，这孙子还假模假式的跟咱们去司法处照相呢。 在这盯着，东西都不要动。给哥炖点肉，这几年也没个整块肉进嘴儿。哎，你先把嘴里那肉理直了，别说瞎话。我都回家了，我犯着吗？我还说瞎话我？这是静儿放你回来的。这几年说好几遍了，说放我，我自己跑回来的。这大牢里，你怎么跑回来的？ 啊！赶上徐天上里边找一女共党说话，那看守啊竖着耳朵听，估计把我给听忘了。嘿嘿。哎，小朵怎么死的？你想害死静儿啊？啊！我害她干嘛呀？你是我妹妹，我知道你跟静儿相好呢。刚才那看守一直后边追我呢，估计这会儿还在外边呢。我呀哪儿也不去。 你有本事把我叫个进行，让把我带回去。就你一人？ 就我，这狱里犯人跑了，怎么就你一人追啊？就我一个人。哎，英子。哎，哥。 赶紧把自己东西归置归置，大件不带了。怎么着，要出门啊？出北平。今儿啊？我一会儿去把徐条和铁林金条拿回来，下午我把出城道摸好了，明儿一早就走。别嚷嚷。哎呦，说走就走。 老大，静海，说，巴青回来了，在屋里。昨天三哥大半夜的去看田丹，他不想别人听着他俩说话。 就让我把巴青从特号里调出来了，我把他铐到外边之后，跟里边看着三哥。一出来人就没了，我一看铐子空了，钥匙也没了，我没敢喊。然后送三哥到大门口的时候，我看见巴青在那门边猫着呢，然后我就一路追到这儿来了。 就你一人知道？您和巴青不？我没喊人，但是别人看没看见，我不知道。等着。 金爷，狱里把你饿成这样，妹，我吃口新鲜的，真没看出来啊，有点越狱呀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好了放我走的吗？放是一回事，跑是一回事。我，兰子，你说这话啊，你就这么眼看着金爷他把我弄回去？坐着。嗯，我。 这你挺好，我。既然出来了，这院里就算有男人。有一件事情我问问你，哎，美兰跟我走行不行？行啊，去哪儿啊？金爷，只要是别把我再弄回去。 我的事儿，我自己做主。你做嘛主？你做主？今天问我呢？行行，今天啊。美兰明天早晨跟我出北平，去南边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那这院儿，我住着踏实吗？没人抓你，没人找你收房钱。 兰子，走吧，啊，甭惦记我，今夜人也，你跟着去哪儿都踏实。走吧，走吧，啊。八青回来了，明儿早我走。你自个儿愿不愿意？还有一天想他，东西不用太收拾，到那边咱们置新的。 明天早上我来敲这门。慢走，金爷。正好帮我拿点东西。哎。 哎，您是一位杨宝福，认识我吗？面熟。初日考徐记车行我们家的，白纸坊警署的徐天儿。哎呦，是天儿少爷，失敬失敬失敬。 您有什么吩咐？宝源馆昨晚上被烧了，拍照的人被人割了脖子。哎呦，出这么大事儿啊！那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叫上俩伙计，带上拍照家伙跟我走。这会儿？这就走。哎，得嘞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洗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姨，平原胡同到美兰。啊，明白明白，马上洗马上洗。哎，伙计。 背上东西，一会儿跟天少爷走。哎，好嘞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要喝了吗？喝的呀，你看着喝的呀。一人在家待着心慌。我上司法处去，你也跟我去啊？不方便啊。我领尸体，火化。党国的事儿还挺瘆人。共产党也不好办哦。哎。 把我捎我爸那儿，等完事儿再给我接回来啊！那可没谱了，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药劲儿别往别处散啊！嗯。哎呦！嗯，谁呀你？ 不用让我二哥再打一次电话了吧？用。我只看贾小朵。我辖区的案子，我女人。拍照了不能进冷库。行。你们俩待着。 认识一女的叫田丹，没她找不着杀你的人。你肯定特想告诉我，保源馆老周就是小红啊！我他妈笨死了，也他妈憋屈死了。我憋一肚子话要问他，我攒一身劲儿抽他。这世道，杀人犯抓了也不知道往哪儿送。 没人审也没人判，这大哥的监狱咱还能说了算，但小红要抓了，不能就送他坐个牢是吧？没杀过人，但想好了，想好抓了我得亲手弄死他。想了好几种法子弄他，有人跟我前头把他弄死了。 明白吗？就像蹲着熬了10多宿黑，好不容易直起身子能够着亮了，有人从后头抽了脊梁，眼瞅着只能一辈子蹲在地上。咱仇没报上，不能算完。谁干我前头弄的小话，我得找他来问问为什么。 差不多我知道是谁，这孙子也是杀人的。小黄晚上背着亮杀，他大白天明面杀。 下回没准我还来，你回来都不找人给你打电话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明白吗？进去拍。刀口位置，入刀方向，快点儿！赶紧拍！ 徐天，你干什么呢？昨天喝酒的时候，照片被你拿走了，过来再拍一回。你们俩出去，拍，把他们俩带出去。是，出去。你俩干嘛？把田怀忠送走火化。我正要拍他，拍了给田丹看。 好让他知道谁杀的田怀忠。是啊，我跟你说了是冯先生杀的，你没跟他说吗？说了，他要自己确认。徐天，我是不是你哥？二哥算不算哥？是哥。什么时候哥俩聊天的话都传到共产党耳朵里去了？以后天还能聊吗？昨晚就是我把你照片拿走的。 你在房上那会儿，我在屋里把照片烧了。我为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为我好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你轴啊！我跟你说的清楚吗？看着你这么一条道走到黑，你真成共产党了怎么弄？你说的，我跟谁干上了，大不了前途不要，你跟我一块干了。怎么这话就记得前半句呢？后半句就没了是吧？我像你这么着，不管不顾、不要命的，你女人已经躺这儿了，我女人还等着我接她回家呢。那别管我，也别拦着我，不拦着你兄弟就掰了。怎么就知道为自己想呢？做哥哥的想帮你，你就不能放过自己那点破事儿？你替我想想。二哥，事儿都有理儿。 您走官道，我抓小红袄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儿一早，我的事儿本来能放下，但保元馆周老板死了。谁死了？小红袄。保元馆拍照了周老板杀的小朵。死了不是挺好的吗？凶手也找着了。 让人杀了，杀了就杀了呗，落咱手里也落不着好，是不是？谁杀的？我让周老板拍的照片被你烧了，我回去找底片，暗房烧了，拍照片的人被人灭口了，过来重新拍尸体。你要拿走火化，寸不寸？想说什么你就直说。冯清波。 这孙子，我得找他。你犯得着吗？他掺和我事儿了。不是周老板死了，关冯清波什么事儿？那还能是谁？天儿，你去大哥监狱里边，你好好谢谢人家田丹。要不是田丹的话，周老板死了还不知道他是小红袄呢，是不是？你要再往下还想掺和什么事儿？你先跟小董说。说什么？ 你就跟人家小朵说呀，你说小朵，小红袄已经找着了，也死了，这事儿就算结了。但你徐天又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这女人叫田丹，田丹是一共产党，从今以后她就是你。小朵，你搬偏了。二哥，这两码事儿，没错啊，是两码事儿啊。别当着小朵这么说话，她不爱听，我也不爱听。田丹跟你什么关系啊？ 啊，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让田丹给迷上了。洪金波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你让他给迷上了。冯先生是国防部二厅保密局的，是我上司，我怎么就让他给迷了？你愿意找冯先生，你找去，人拍不了。进来人，把人踢走。 兄弟，别跟这儿犯愣啊！要不你问问门口那俩伙计给不给你拍？组长，拍照的已经赶跑了。事情现在是最好的天气，深夜太阳里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也亲近。我。 怎么不记得？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怎么走？ 手里。好心。 我们不是陌生人吧？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